Yo,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OK, 非常的开心，然后祝大家2022年发大财，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这一个影片呢来得有点迟，那么今年呢就有很多的非常精彩的安排，也可以说这个月的影片呢每个星期都有很不断的精彩。喜欢看庙宇还有大二爷伯的你们哦，还有我的粉丝们哦，你们都有很好的福利了。接下来的影片呢都是有关庙宇的题材， OK。 这一集的影片呢就有点不一样，我会分成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Part 5， OK， 让大家每个星期都可以看。音乐府举办了庆祝音乐府庙的一周年了， OK， 就是一周年了，然后就是连续的庆祝很多天，最后一天呢就是在12月31号，也就是庙刚刚过好了这一个一周年，耶、yeah, ！我们来庆祝一下，来香槟塔，一个字，绝。OK， 废话不多讲，我们直接来看影片好不好？我会从第一天拍到最后一天的那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再拍给大家看已经是拍好了的，是等我剪罢了。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全体音乐府的一子一女都会回到庙呢帮忙，帮忙什么呢？第一天呢就是我们会去唱旗子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一个唱旗子可是呢每次如果庙有做蛋的时候，或者是有出过一些日子的时候，有庆祝一些日子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别人的庙也好，谁的庙也好，哪里的庙也好，附近庙的地方都会看到有很多旗子的。这一次第一天呢，就是会去先插旗那么我也是第一次的跟拍去插旗，不要以为插旗插下去就要 set 得了了。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插下去的，还要拜，然后还要请我们的音乐府二爷做一些法师，所以接下来你们慢慢的看OK。我出来一个表情。哎，那，有纸拿来的吗？
香头吗？还香啊，等等。OK， 应该这边看到比较清楚，比较可以讲话。然后现在我们呢，已经是从外面插旗插到里面这边了啦，就是从外面的路口一路插到里面到庙为止。然后做这个东西哦，其实也蛮久一下的，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子。耶、对。OK， 我来看看啊，现在剩下多少个旗啊？现在剩多少个旗啊？一个，两个，还一个吧。来喽！啊，小布丁，这边准备，准备许可啊。看我们的音乐府的主席很认真了、不要笑，擦香，不要笑。有笑啊？有笑没？看得到没？看到，他一笑，他眼睛就会眯住了嘛。烧酒，烧酒。
现在我们已经插好所有的这一个旗子了，一周年嘛，喵的一周年嘛，所以就是做蛋之前呢要去插旗先哦。然后插旗呢也是有分那个步骤的啊，第一支旗、第二支旗、第三支旗、第四支旗要插什么东西啊，所以一定是要跟着那一个步骤 ，OK。然后所有弟子呢，当然有回来帮忙啊，啊，所以插了搞定了啊。Normal 的话呢，要三四个小时啦，由于我们的速度西北快啊，所以两个小时这样就搞定了，有两个小时啦。一个小时啊，更快哦。一个小时半了，做到完。是吧？西北快，你懂这么嘛？因为有一个我的天蓬元帅在那帮手。啊，特别快的。哦，所以哦，好了，第一集你们看完了吗？还有下一集，还有下下一集，啊，就是更精彩喽。OK。话不多讲，赶快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喜欢我的影片呢，就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OK， 大家新年快乐 ！OK， 虎年行大运 ！OK， Hari Hari Mao， Hari Hari Mao， Hari Hari Mao。OK， Bye。啊，主席，哎，大家好。OK， 今晚我做系一周年纪念。